多少钱一斤？20块钱一斤。一斤够了，买一斤。买一斤啊？啊，这锅冰箱的吧？啊，锅冰箱能吃一年。弄个瓶，买回塑料袋，塑料袋它捂着。人家俺都窝着，俺都可以，人家可以不给你分走。老好了，俺家儿子都在那边，就这一两瓶就行。干啥子？多，你这你等挑出年了，一百多少亿啊？人家还卖三斤，我这个我也咋卖？嗯，买回来晒花椒，一粒一粒的剁下来，不是那些，一点米虫没有喂我。要有米以后，闻的香烟一吸，它就没干净。把肉切成块。吃好了肉放到盆里边，这肉还是蒸的芸豆切到小块，吃好的芸豆放到小盆里，咖喱搁那个时候以后下的，使这个花椒长到肥肥的了，磨成面，不好那么大碗的，这滚。啊，你们还有护着呢。护腌了油生的腰，你一份薄油，油这些就是。肉腌了，把肉倒进去，肉多炒一会儿，把这肉烤出来，把肉里边倒点料酒去提水，花椒酱下了不好吃。搁点盐，半条酒，将肉翻过，炒出油来了，就把芸豆放到锅中。芸豆变色了，倒上切好的花椒片，放中间，把酱放到中间，再往点油一回锅，倒水大锅边上，翻锅快5分钟，煎到了白白的吧，一整。然后油倒上面，香了，那碗的花椒酱就够好了。盛到碗里，得倒点酒，烫我的手。锅中水烧开，下上面条，倒到凉水里过过凉。过好的面要倒碗里。做好了花椒酱，盛在碗里。放点黄瓜丝儿，喜欢我的视频，城管就相信用劲儿，谢谢大家了。